近日，于正的《神雕侠侣》每天都会通过微博曝光新的进展以及演员的各种造型，可谓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日前，于正再次曝光此剧的魔幻仙侠情节，并晒张馨予的唯美照片，称我不会告诉你，古墓里住着九尾狐，他们貌美如花，娇艳似火，却不允许跟男人在一起，只因为很多年前他们的祖师婆婆被一个男人辜负。但是古墓的冷清压不住心中的桃花，爱情的渴望像蛇一样滋长，于是他化身少女投入红尘，去邂逅那个能打动他的人。敢问客官，陆家庄哪里走？随后张馨予转发此微博，原来古墓姐妹的前身是九尾狐。照片中张馨予身穿白色拖尾裙，一头飘逸的长发，值得一提的是背后九条长长的狐狸尾巴相互交错，唯美至极。该剧虽然遭到大规模的围攻吐槽，但仍有很多网友表示期待，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，称不要打太极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